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外语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怎么这着火了？这起火警了都。坐着高铁来的啊。哎呀，真好啊。嗯。真是特别的激动啊。是。特别的开心啊。哎。刚才啊，大伙儿也看到了啊。啊。张九狗给大伙儿呢报幕啊。这狗的嘴是碎啊。啊。我们上台来啊，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嗯。还有呐喊声。是。确实我们都听到了啊。嗯。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喜爱。哎，都爱戴您。这今天来了，这是2000多位啊，2700多位啊，2700，心里边很感慨，是不是？没那么大能耐呀、啊，都是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说坐最后一排喊退票，来，我退给你，来来来来来，最后一排能有多少钱？来来来，我退给你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最后一排10万。10万，姐们跑这洗钱来了吧？花10万块钱看这玩意儿，跟生活过不去啊！哦、花10万块钱看他，怎么跟生活更过不去了？别闹了，咱没有跟钱有仇的。嗯，别上来就退票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看谁来的呀？郎鹤炎，我给你们重新一个表达机会啊！你想清楚再说。看谁来的？谢谢大家。哎，还分俩声部，你看没？不是，他们的口供不一致。啊？有喊我的，有喊你的。有喊你的？没有喊我的吗？我不信。喊你的都在动物园猴山那儿呢。不可能，今天看谁来的？没有必要再问一遍了。看谁来那写的没有字吗？都没有。最大的一个德字你不认识？好好好好。哎呀，这主办方我要单独点名啊。啊，夸一夸他们。张鹤伦3个字都不愿意写了哈、啊。嗯。无所谓啊，说可能你们是看我来的。我不信不是看我来的。我不信，看张九南的，你再谁说一遍来，再看张九南的，来，给我站起来。你们家狗丢了是怎么的了？他说缺宠物啊，上这儿找看门的来了。哎呀，我不信那样，别闹了，对不对？开心就得了。嗯，来到这儿啊，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，是来到这儿看一看张鹤伦和等等等等。对，看一看这样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我怎么4个字的名字还都是一个样子的？观众都捧你半天了，是啊，差不多是不是就得了呢？得不得了也得说呀。人家啊，真是好多朋友啊，不光说是牺牲了宝贵的时间，嗯，还有的呀是从外地赶来的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有多少外地朋友举下手我看看来？哎呦，这么多外地朋友，你们是没有家吗？什么话呀这是？哎呦，外地的都来了啊，好几百等于买房了。捧我俩的没别的毛病。嗯，郎老师，您老师代表我感谢一下各位，啊、给大伙儿票退了。来，我就退最后一排那大哥那个。哦，找便宜的退。对，你怎么那么抠呢你啊？我抠的票。你抠死你就完了，不行我给你办个水滴筹呢。你先把你那糖尿病治治吧。少来这套，今天、啊、今天血糖挺好的。一天好就这么开心。今天血糖28。你管我血糖干嘛呀？人家说的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是大夫呀、啊？怎么不是怎么沾过你的脚啊？拉倒吧，确实来说，我呢，德云社血糖高啊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啊，你看我师傅啊，郭老师于大爷呀、啊嗯，孙悦啊，对，等等等等吧。不是，你看他们不也，这叫遗传吗？这叫隔辈儿。那玩意儿都不同姓，怎么能叫遗传呢？同姓不同姓。
不是，你要是会说话就说，你不会说话的话，你就把你的声带切下来喂狗。这他不稀得吃，他这。那什么叫同性不同性？你聊同性别不同姓氏，同性不同性。哎呀，行了，少说话吧。你好像我这糖尿病，他尿酸，他怎么不说呢？我也没老说你糖尿病。跟人说来，他尿酸6万多，我尿酸6万多，对，全德云社尿酸都算我一人身上了，德云酸王。行，你也少说话吧，德云小糖人儿。真是，他尿尿都能尿出钻石来，都结晶结出钻石了，当啷当的马桶砸坏好几个了。他老惦记我那点遗产，你说，你还惦记我蚂蚁花呗呢？你赶紧还清楚了吧你。犟什么嘴的，真讨厌，真仗着来这么几位捧你的观众，你就在这高兴得不得了了。不得了是哪儿的方言？你这是河南话。河南话中老乡吧。你看啊，有河南的老乡。对的，说实话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那个东北人。你聊的是一个频率的话吗？这是，是是是，今天在这儿来本地人来讲，他是本地人啊，北京人。哎，正经的北京人。哪个北京人不正经啊？哎，刚才那个主持人就不太正经。那你们拿他当人？对，他是河南人。嗯，他是属于不太正经的狗。野狗。那个野狗分鬃嘛。这个人家是正经的北京人，我真的意思什么老北京。啊，这谈不上老北京，对不对？人家北京是土生土长的嘛，人家在北京现在有一住的叫什么颐和院。你说这话，我离八宝山不远，好像。你给我搁河里了是吗？北京人有钱不住这个吗？有钱里那四合院。四个河。对，四个。我住一田字儿。无所谓吧，嗯，有钱这方面吧，因为我来北京也很多年了，是，现在呢在北京也买房了，那挺好的，离市中心呢有一点点远，有多远呢？在哈尔滨。哈尔滨就那块还真没远，地图上看就一扎多远。嗯，这么都是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买房就挺好。哎，反正啊对活呗，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能买得起房啊，得感谢谁啊？谁？感谢我师父的在天。这什么？愿做比翼鸟。哦，这跟师傅没什么关系，得谢谢人家。是是，所以我们能站在北展这么大的舞台来演出，感谢师傅师娘，还得感谢所有的衣食父母。没错，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。今天来磕一个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么，咱俩这么好，来，你替我给观众磕仨头。不是，咱俩这么好，为什么我替你磕呀？我糖尿病，腿回不来弯儿。我6万多的尿酸，我能站这儿就是个奇迹。没必要让俩病人死台上吧，对不对？就当你退票，你待会儿再退吧，你。哎呀。行了，那今天就先不磕了。这个头留着，好不好？啊，谁的头留着？哎，先留是留取你向上狗头。哎，你有相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因为没有相，所以这头才稳的。真的，哎，就你这样的，我跟你说，吸血鬼见着你都得哭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啃哪儿。那从哪儿下嘴呢？这玩意儿就。那也比吸血鬼到时候齁死强。吸血鬼万一低血糖了呢？他来我这点糖膏子给他补补。不只能补补，吸血鬼一咬你啊，好甜啊！他说我这人哇，张伦好甜哦。那一什么？我笑脸给多了吧？上来，上来，多大了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呀、啊？这不是您挑衅观众的时候了。我挑衅就这么一个，我没想到他们今天这么合群。废话了，人家一块儿都买票了。一块买票就一块认识吗？是。你是谁呀？就你们这一小撮我看出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个我能摆平。哦，就这前5个是你的观众。老狼，
去下台砸死他们。不不，我跟你关系不好，但是他又来，咱哥俩这么好关系，你去砸死他们。这会儿你不帮我了，我不帮你。咱俩兄弟这么多年，其实有些时候得站在一块儿的。是吗？对，我一直跟你一样站在他们那一块儿嘛。老话说，跟观众不得打成一片吗？啊，这倒是老话，对不对？贵妇富贵险中求啊！你站起来，我站着呢。哦，对不起。行了，行了啊，都别闹了啊。嗯，今天啊，来了这么多朋友啊，是，而且啊，我发现我的观众啊都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基本上你看，有的时候男的居多。哦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哥来了多少？我听听。就一个呀，就一个，这大哥啊，你听听，哎呦，不是，你坐那么远就别互动了好不好？人家那声音挺洪亮的，这儿呢，我听着了。那算了，别喊了。对了，今天来的很多啊，比方说有那个集团的老总啊，嗯，社会的名流，你瞧瞧，商界的精英，嘿，情场的杀手，嗯，嚯。都是捧我们来的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啊也没有别的能耐，怎么样呢？在台上把您逗开心了就行了。哎，好好演出，对不对？来这儿人家是寻欢作乐来的嘛。什么词儿啊这是？为了开心，对不对？哎，寻欢可以了啊，寻欢作乐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到这儿人家这是什么娱乐场所？娱乐场所吗？姐妹你喊什么？我，你们这，你们要想看这个，今天散场了，澡堂子见，好不好？青花池，青花池，今天我也露了我的手法。哦，您那手，您上那儿挣二一场的钱去了，挣点外快得了。嘿，你瞧瞧，现在世道不好干，多才多艺。哎呦，都艺多不压身啊。哦，我们这些小演员来说吧，现在啊，大伙儿啊，其实你说拖不拖的无所谓了。嗯，什么叫无所谓了？40岁了，40岁的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可看的？他有的你们都有，没有？对，他尿酸你们没有？我还痛风石呢，还有300多，没啥可看的，不像人家小鲜肉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，咱比方说这主持人吧，张九南啊，张九南30了吧？30有了，三十左右，31了都，对不对？都30左右，现在很红很火呀，嗯，现在人看这个岁数，人家已经可以大小便自理了。咱这一场都什么人呢？都是，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啊！马上就坐轮椅了。嗯，人家这小鲜肉，大伙儿愿意看，有上升空间。我们这属于什么呀？长得不占便宜，模样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头发秃了，腰变粗了，嗯，没有鲜嫩的皮肤了，腰间盘也突出了，青春的气息也不再输出了。这一看就是东北二人转的演员。怎么还提着老本行干嘛呀？没啊，不是，不是你们本行，这是当年来说，嗯，来这个北京之前会点这个，给人搓澡，就是，岁数不再年轻。什么叫给人搓澡啊？别提这个，烤串，烤串，不是烤串，就我这点故事你们都了解了哈。对，谁还没有点血泪史呢？哦，对不对？有血有泪，有。我们没有。是大伙开心就得了。嗯，走到这一步都不容易，挺困难的，但是我们还想往上再走一走啊，还有空间。对吧？老话怎么说呀？说什么了？对，人往高处走啊，嗯，水往低处流。是现在来说，嗯，在这个舞台上虽然说能站着，但我们还不够火，差着呢，对不对？够火的现在都很少演出。嗯，哎，是他们综艺啊、通告啊都比较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看那些火的，你看岳云鹏，岳云鹏，嗯，对不对？开过几专场啥的，他有时间吗？嗯，是是，忙啊，他还变烧鸡去呢，他老提人这个，嗯，你还变不出来呢，我尿酸太高了，我这从哪变呢？手有时候疼，吓我一跳。真的就这样的，你说你搞说什么呢？说是这这样的，我就说人家名，你看郭麒麟，郭麒麟也喝难泪，人家都是忙啊，哎，拍电影、拍电视剧。什么时候你能那么火就行了？嗯，慢慢。什么时候你能那么火，我就行了。
我耽误你了吗？你这句应该是反问句。你耽误我了吗？你应该是我耽误你了吧？我怎么耽误你了？我现在到哪儿我不揣着你？不是，您是拿我当二甲双瓜了是怎么着？我三句话不离糖尿病这点事儿啊！关键我对您的病情太了解了。你吃什么？你吃的尿酸吃什么药？尿酸是是是。哎，我还真不吃这个。你维不斯他是不是？什么叫维不斯他呀？我听他们说的啊。咱不聊病情了啊，别聊这个。虽然离人民医院挺近的，斯美格鲁肽别提了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您的药，这都是。哎，什么杜拉唐泰啊，这。哎呦，行啊，是。要不说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。来去。你说周围人要没病，我能知道这个吗？只有点知识层面来说，但是我希望来说，这你也更好。哎，我谢谢您吧。对吧？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是，近朱者赤，近尿者骚。哎呦，怎么沾脚了？我说有点黏。你干嘛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对，我好了。嗯，我不能让我的小兄弟也。小兄弟儿，您瞧这路话。小兄弟儿，啊，我比你大，您叫大兄，还熊大呢，还打死你臭狗熊！大兄弟，啊，别大兄弟，我不能让我哥哥，你个臭弟弟。我那意思，我要是好了，啊，我吃点干的，我不能让你喝稀的。哎，怎么着，我给你刷槽子去呀？我吃上一口就得有你的。哎，对，你吃干的，我得吃点稀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说吧，虽然说张国伦现在很火，什么话？张国伦过气了吗？不可能，对，你连过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张国伦现在多火呀，风华绝代的颜值，无与伦比的才华，肥而不腻的身材，还有臭不要脸的个性。这会儿好什么？该叫好吗？真是赛脸呐！今天记得赛脸。你今天跟我说实话，你今天雇了多少人来？我雇的人都喊退票去了。你都快坐剧场外面了，你还在那喊？就隔一个墙啊，你再稍微再往外挪五米你就出去了。你可能刚从猴山过来的。别那样，我那意思是我好了我也让你好啊。是你好。你什么时候、啊、什么时候好？我们现在来说吧，我们马上都正在好，正在。就现在就一天吃一回药是这意思吧？你今天再提一句糖尿病我就死这儿。我没说呀，我都没说这仨字儿啊。第三十四排那个，我站起来。哎，这眼睛不好，不应该是并发症吗？这个。今天我不摔死你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还跟我玩《咏春叶问》那套啊！哎，别别，你是上炕上惯了是吧？来来来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啊！哎哎，你痛风没犯吗？你傻孩子，只有痛了才能蹲下呢。无所谓吧，哈，现在能比划两下啊。有个好身体是对的。哎，这是本钱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好身体是对的。你看现在来说，你想更好的话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是是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来说，德云社整个这个团队啊，开始各地挣钱。啊，全国巡演。哎，对。这样说好点。嗯，我差点都没反应过来。这样说委婉一些啊。是是，对，我们是为了弘扬民族艺术，哦，扶持祖国传统文化，好，将相声艺术遍地开花。你们要会捧就捧，不会捧你们闭嘴。你就不是，你那实在不能再往上拔了，拔高度啊。嗯嗯嗯，对不？我们为什么各国巡演啊？因为没钱，不是那个。因为艺术。那为因为艺术为什么出国呢？就好骗，不是那个。
你这样说的好像国内不好骗了一样。嗨，就是好挣啊，好挣。就还有一位唱美声的是，来来，保安把那个喊退票都给我寄出来。你别叫了，待会儿保安也喊退票呢。不至于、啊。对、哎，这毕竟是你以前的领导。哎，我发现你别看那脑顶上寸草不生，一张嘴还五谷丰登的，还真有词儿啊。没辙，谁让这爹是我的主场呢？不过你嘚瑟的了是吗？没嘚瑟的，那说两句话。你说这一笑啊，你说你这一笑，我这一笑也比你的仪容强啊，我这。你多吓人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上下一边粗，你跟个进口荷兰猪一样啊。你说错了，我这算转内销的，我这是。你少说话吧，你要跟着我呢，我还能带着你说两句话。就这个专场来说，我要不带着你，你自己能演吗？他自个儿能演，你演，来来来，你真要单口啊？难难难，道德难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就会这么一个定场诗，这都写在他身份证上呢。我身份证写这个，姓名男男男，性别道德选，就这个。不是，我就不能前面少写一个，把那男字挪到性别上去吗？就这俩词儿吧，有俩出生背到昨天，对不对？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再与将军解战袍。粉刺我，什么叫粉刺你？粉刺我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擦不擦？这用过了，这个我刺着你们了，给你们粘在一块儿。干嘛这样啊？这第二段这个是写在你户口本上的吧？就因为第二段字儿多是吗？大将生来胆气豪，天天就这俩字儿。我跟你说，打出生脐带剪断那一刻就开始背这个。就刻在脐带上了，哎呀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都这点人。再与将军决战袍，刮痧，脐带剪断了。对，那我是跟护士学的，我这是。对，差不多吧。什么就差不多吧？这这么两段跟着显呗。那你要怎样啊？你再会一段，我听听来。我要再会一段呢？再会一段，今天必有人血溅当场。不是，你先说清楚谁血溅当场。你猜。不是，那我要血溅，我直接就见了。来一个。啊？你见啊。这枪火了，这是什么叫见一个人？别懂这话，真不来了。这哎是的，你不会就不会。万一到时候没有必要，你说是不是？别没有道德，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赵国。干嘛呀？我用这块。你真不够你赛脸的，就这定场诗，我跟你说，后台演员谁要不会个8000段、5000段的，能跑这说相声来吗？你给我来一个4001段。男男男，道德学那不对劲。干嘛呢？刚才检票看我身份证来着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。户口本你也没放过。没。谁喊的没了呀？还真你偷看我日记了。你日记最后写的是没了。这是你的生平啊，这是。你才只能活到43呢，谁日记写没了？东北的朋友，不是哪哥们喊的，还喊豆腐，卖豆腐来了，到他那儿应该是啤酒农。我看看是不是谢顶那哥们儿，就是他，长得跟狼烟他爸似的。哎，光头那个戴绿帽子那个，怎么跟你爷爷说话呢？蓝和岩，我最后说一遍啊，以后不要拿这种伦理类的包袱在这个台上出现，废话，你先说那是我爸爸的。刚才是为了搞笑，你说这个就不搞笑了。
好，先死道坡，我先训他两句啊，我先训他两句，以后咱俩在一块不许说伦理的这个包袱，这个包袱低俗了。你干嘛呀？怎么嗓子都齁着了？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啊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哎，咱第一段节目是什么你还知道吗？你先把这捡起来。咱没有别的武器了吗？我搬着音箱砸死你。就他们几个一的欢，我记住了，他们仨啊，给你们仨刻到他户口本上。难难难，那是身份证。大将生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要起哄了啊，差不多听相声十块，起哄12000。十万，你只能起哄90%。行了行了，哥，行了，坐那儿就不要。你跟你说，大哥，你要不坐第一排，再互动一下子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大哥，你坐第一排还这么内向，要不你跟那大哥换一下呢？你耽误这好位置了，知道吧？哈哈哈！大哥，人家都觉得你汗颜，都是不是汗颜？你看大哥人坐着挺稳的，就这样。就这么看着你挺好的，我们就希望这种观众啊，但是该笑的时候配合一下子啊，哈哈笑，嗨，您太配合他了，毕竟听相声不是看他出殡来的，是吧？我死了你成孤儿了，你得给我摔不许这种包袱。我宁愿尝到一点甜头。这个演员，你看，好，哎呀，大郎啊，哎呀，这就难把我的药拿来。今天你是行了啊，哎，今天你是喝饱了。对，我喝什么了？我喝饱了。今天你要是这样的话啊，兄弟，我打断一下。怎么了？咱第一段节目叫什么呀？什么作品？九南，我忘了。啊，学外语啊。啊，对，学外语。哎呦。哇，原来咱们作品还有名字呢，我也没想到。咱学会外语怎么样？好啊，你看这个过桥非常的严谨啊，对，特别的丝滑。学会外语吧。嗯，因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不早早的提及到呢？哦，因为忘了。哎，不好笑，就剩这可以笑了。哎，行不行？因为什么呢？一说到外语来说，啊，我们之前去过。刚才外语去过，咱们国美国不去过吗？跟郭老师去演出，对不对？美国的来说，咱就不学了，英语咱都会，对不对？这个别咱的套什么近乎。英语，英文歌吧。英文歌。英文歌啥？豆腐哦，不是这个。豆腐是汉语，弟弟。哦，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您先等会儿，这英文歌《生日快乐》呀，是不是英文？是英文啊，那这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啊。那你们理解什么呀？你这什么英文歌？换一别的歌。你唱给我听听，还英文歌呢？是能张嘴就来的吗 ？Near, far, wherever you are,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of us go on.Once more, you open the door. I believe, and you hear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这首歌。今天我要不拿一首英文歌，我就栽这儿了。你要唱字母歌，我弄死你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跑火了？我这。把我后道给堵死了，我会这两首字母歌和生日歌，你全说了。那可不，跟你说话甘蔗没有两头甜。I can still see, seem like you, and wit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 don't forget me. I remember yourself.
Adele 的歌。哎，阿黛欧。阿黛欧。阿黛欧的呀。您得给人名字拼出来了。会两句。挺好挺好。对不对？啊，那都。杰克逊，杰克逊。哦。扎斯比利。啊，扎斯，扎斯。我就撩撩裤子，你们干啥呀？这确实，这一般他来不了这个。行了，就好像你这就好像你的结石你能来似的。他也是随机的，他是。可以了，这来不了。他脚短腿这么长，还来个太空步啊？我不会，我真不会这个。没有必要逮着蛤蟆钻出脑白金。对，什么话？这什么话？这叫我那意思，英文歌来说啊，英文来说，咱们去过那块的，没有必要展示。哦，还拽回来了。咱们那什么吧。去别地儿，弟弟。行，怎么着？到那是难为你。得嘞，您受累了。那什么，去那个叫泰国，泰国行吗？泰国，我无所谓啊。前面给我打两口子吃的还不呢？对啊。哟，这我打到我短板了。您这什么话？这泰语啊？泰语我不会。前面有个大脸火烧，吃的还不赖。什么？前面有个大脸火烧，吃的还不赖。您这是泰国话，都没出西二环，这都。我就告诉你一句，哪怕你说一萨瓦迪卡。对，萨瓦迪卡。加一。欢迎大家，萨瓦迪卡。我不能带你去泰国，我怕你成为那儿的特产。榴莲呀、啊。你们家泰国是榴莲特产啊？那什么是特产？你看看，这都是泰国回来的特产。哦，声音没改。嗯。啊，你别为难大哥，大哥好不容易装出这么磁性的声音。声音。咱不去那儿了啊。哎，日语行吗？日语还可以吧，我大学第二外语就是日语。哈基梅马西德多佐尤罗西库。我倒希望弄的是，那他话就上的是个。没有必要鼓掌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冷静点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干啥？你哪天不看点电影啊？你看的电影说的不比他流利吗？虽然说就是短语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咱也会这个啊，因为我卡给给我们撒戏死在走是马咪母面目，你看，你先哥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有嘛呀？你先等会儿，你这怎么是在天津学的是吗？跟天津有毛关系啊？不，这太有关系了，你这仿佛就是天津快板啊。怎么是天津快板呢？你再来一遍，我给你贴着板。啊一五哎哦，嘿，卡奇库开口，哎，大戏死在走是马咪母埋没。对，当当啷滴当，当当当啷滴当，当啷当哩带哩带啷，当当啷当当。哎，列位文座，您了听短箱，十三道大遮，学徒我唱讲秧，今天就天津快板去。他呀，确实，我跟你说那个什么呢，日语啊，他借鉴了咱们不少天津的发声方式。哦啊，日语他也隔着海他就过来了，他日语隔着海就过来了。他们学了咱们很多这个上天津，你知道吧？学了很多天津的发音方式。你比方说那个，你说的是那啊，有这句，你看天津说的是嘛？学咱们的吗？这好像上下联儿的。嘛呀，他们听的说的是那。您这都瞎来都是学的咱们。那日本怎么着？日本就不去了。你那咱去哪儿啊？说半天韩语会吗？不会。去韩国。哎哎，您这逻辑都不对呀、啊！我就不会，我去那儿。我怕你呀、啊，到那儿说我会呀、啊，结果说两句，人家那儿一笑话你，帮机一下难过了。哦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你不会，我教你。您考虑到我的面皮。对了啊，我教你，我喜欢教这种白纸。您会啊？哎呦，韩语什么片我都看过呀。韩国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都瞧过，我也老看韩国电影。对了，咱会韩语，你不会韩语怎么看呢？那您受累了，我跟您挣钱去了。怎么着？啊，我教你一段。咱到那儿说相声去。哎，说相声不行了，到这儿演一个情景小喜剧。情景小喜剧。哎，咱得挣钱啊。哦。就类似于两个人对口的相声。是啊。相声剧的感觉。哦。父子爷俩这么一段对话，怎么回事？我给你学一学啊。嗯。他儿子叫他爸爸。父子爷俩。对的，他儿子叫他爸爸。哦，爸啊。您等会儿去。咱都冷静一下。今天来了很多韩国朋友吗？不是，不对。您刚才说这谁叫谁？他儿子叫他爸。他儿子叫他爸，怎么能叫欧巴呢？欧巴是哥哥的意思。你不说你不会韩语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撒多少谎？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我韩语句子不单词我也会。欧巴，欧尼，撒浪嘿，唐三米达，哈尼哈塞哟。哎呦，有点超纲了。
什么叫超纲了？我你会这么多？屈指可数，就这五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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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就有一不对。骗人是小狗，行，骗人张小楠，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那是不骗。好嘞，这那您这就不对，就会这么几个词儿，你还说错一个，我说错了，你说那是欧巴，对呀、啊，哥哥，我说这是爸。行，韩国的朋友回避一下，好吧？哦，您这对了，这是叫他父亲的意思。哦，哎，发音，我来啊。爸。行，你们同意就行。他爸答应不是这么答应的，他爸答应。哎。哎，他爸喝了是怎么的？他不答应吗？韩国有这个，哎哎，哭的哟，可就寂寞的哟，屋里很给努力阿不西的，哭的不给我都不都给的。这一唱歌血糖就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没必要展示这个韩国歌曲啊、哦！我听过这个，请回答1988。啊，这个听过。你还看过什么呀？没有没有，知识面还挺广的，有点基础是好事儿。嗯，就是这个叫他爸，他爸答应，然后就这，他爸发现目标了。哇，他爸跟土地主似的，不是？我心里的残不这么一灯光，他儿子残不 ？I don't know。哎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嘛？你跳起来了吗？你这就是英语。I don't know。哦，对，他会英语。不是你要骗我是吗？就是英语。刚才说了儿子跟爸爸对话，他儿子这么带点儿，小孩学英语没毛病啊。你是不是有孩子？有啊。不是借的是吧？当然不是了。你孩子小孩不也学英语吗？对呀、啊。说一句 I don't know 没毛病。哦。说的就是 I don't know。也对啊。他爸爸说你喝酒你就给你顶。他一个啤酒醉酒谁给他洗好就你哥就一个。干的行了，那惨白的漂白西北一从从就是起来了，听开了没有？孽畜，骂谁呢？怎么了？骂谁呢？孽畜，禅语，孽畜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对，孽畜，孽畜，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是意思。明白了。我就懂这两句。你要懂，你不也会韩语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教你。太好了。对，哎，你这一句一句慢慢来啊。怎么来啊？前面是太长了。头一句大了，蹦。吃饱了可以回去了啊。他爸大爷，哎，那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能过？就这句开始，慢点，慢点。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能过？我让你说慢点，你表情慢什么呀？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能？不行，还得慢，再慢点，再慢点，再慢点，听出来了。听，咱别鸡贼啊！您这我这听不出来，我怎么学？怎么学？咱俩怎么出去演去？哦，想明白什么意思？不新鲜呐！那意思，为什么他惨？慢慢。为什么那惨不上面一滩荒？我天哪！咱冷静冷静吧。有必要吗？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？还你多少沾点韩国血统？你刚才是这么说的？对，我什么的残不这么一弄过？哦，他儿子残不什么？残不？哦，残不？对，残不？残不？哎，对，你这句话像脏话，你这谁说的呀？你这不是？你说那个阿西不？你说那是韩国电影的打斗当中老有？对呀、啊，人是阿西这个人，这人叫阿西。阿西怎么？阿西怎么了？阿西吐了。什么？阿西吐了。对，你要不你下去跟他们换一下座呢？我没买票，我跟你翻一下这什么？阿西吐了。阿西吐了。哦，明白了，餐布上一滩黄，阿西吐了。阿西吐了。哦，水是有源的啊。他儿子回答 ：“I don't know。”这我知道。啊，不知道啊。I don't know。反正喝的啤酒。什么？喝的啤酒。喝的啤酒。喝的啤酒。对，喝的啤酒。不是，你这句像青岛话呀。跟青岛话有什么关系呢？青岛那个方言，来喝啤酒。喝啤酒吃嘎了。你说那是青岛话啊，但是呢确实有点青岛味儿。对不对呀？因为什么呢？
韩国呀离那个青岛比较近，他们这顺着这海哗游过来，这是学的什么哈啤酒，疯了人家呀，咵嚓跳海里，哇，到青岛这边哈啤酒，哗，游到一半忘了怎么办呢？人家多的说就学这么一句就回去了，就剩哈没有酒，学的多了，哦，学了个发音方式，哦，好的，学的哈啤酒，喝的啤酒，对了，他儿子回答，酒喝了一丁，酒怎么着？酒喝了一丁，哦，就喝了一点儿，你们还真厉害，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。你别生气，慢点来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。慢点，慢点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哟。阿西怎么着？这阿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。啊，醉一宿。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。嚯，谁跟他喝？什么？谁跟他喝？对，谁跟阿西喝的？你可急死我了。没您几位真不行。谁跟阿西喝的？谁跟他喝的？啊啊！就你哥。嗯。啊，就你一个？不行，你看看弹幕啥的呢。我也得看得见呢，我这是。就你一个？就你一个啊？就我一个。哦，就我一个啊！赶紧吸喽！哟，这句我听懂了，太恶心了！赶紧吸喽！你说我这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说你尿酸高呢。我这玩意不摘，你什么都吃得下呀、啊？我多能跟你抢这个了，这是，啊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赶紧洗了，洗，赶紧吸了，赶紧吸了，我听着差不多吧？赶紧洗了，哦，多音字，赶紧洗了那残不的漂白洗。哟，这句更长了。那残不的漂白洗，残不怎么着？那残不的漂白液洗啊。餐布拿漂白液洗，对他怎么的漂白液洗，别一匆匆就是洗不了，别一匆匆就说洗完了，哦，别一匆匆就说洗完了，洗完不能睡觉，洗完了不能睡觉，洗不完不能睡觉，啊，对，洗完不能睡觉，听了没有？孽畜，你就这句理解的最透彻。不，人到底了，我知道了，最后这句了呗。这么说你也明白不了，咱俩呀、啊，这么表演一回就知道了。怎么表演呢？这么着，咱俩就来这个父子爷俩啊，给你个便宜啊，你演这儿子。对，你玩去。我是便宜，我成儿子了。父亲这大段的台词你会吗？哟，我还真不会。所以啊，得嘞，好嘞，受累的我来。对对对，咱俩呢就是啊，在这个客厅啊相遇了，发现这目标了。啊，这儿好比客厅了。对了，你在你那屋睡，我在我这屋睡，到这儿来相遇。怎么还分着睡呢？你看你都长大了，不能跟爸爸睡了。来吧。你吃屁噎住了？你干嘛呀？你也没开导航啊，你这。不是我这生的懒腰、啊、你是小孩，你至于啊至于那样吗？没必要那样。哦，小孩啊，哦，一步到位。一步。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含着跳跳糖啊？不是，我出生的时候背的定场诗。好，那你回去再背一段吧。哎，好嘞。我干嘛呀？我这按照您要求一步啊。那小孩有蹦着出来的吗？早晨。啊、行行行，我知道。我还得叫他。阿爸，你怎么不答应啊？别抢我的啊！再来一回。阿爸。哎，这回声更大了。我喜欢的差不多不等我。不是你笑你妹呀、啊！哎，您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看他疯了似的，你干嘛呀？不是我这个有人物在里边啊！你看你发现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咱俩刚在这儿相遇，你这
我这一看，我就用我的这个微笑掩饰我内心的尴尬。你不，我就你蹲，我就这个，你不用那样。哎，效果到了，他们都乐了。观众可以笑你笑个六啊。重来。阿爸，为什么那惨不中你灯过？六，真六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观众他们都笑了，你笑个六。六双击，你这个智力，我很怀疑我跟你妈是近亲。你不用怀疑我妈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要求的，这个是。我跟谁生的你啊？我和你妈。你跟六，你像个正常人一样，行不行？不是，那您说应该怎么来的？表演啊，害怕、喜怒哀思悲恐惊，没学过吗？好比这场，好比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办？被发现了，又掩饰自己的内心，但是呢，还不能让爸爸发现你这种状态，又演出来啊。哎，你这真好哎，要不你来这儿子吧？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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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来这个。啊，爸，哎。哎，换过来，来。就为占便宜啊？你还能再肤浅一点吗，老狼啊？行，我就找着感觉了。咱没有必要这样吧？害怕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最后一遍了啊！就是害怕这个是吧？赶紧的，恐惧这不是？好吧。哎，你为什么那惨不惨不惨不不不惨不不？Oh my god！ 惨不？你啊，你跟个黑猩猩似的，你干嘛呀你啊？我这不感觉挺……你不要那样了，不要夸张，就餐布俩字儿就够了。我就说餐布就行了。对了，哦，我以为给自己加点戏呢。来吧，来吧，快点来。阿爸，不，你为什么那餐布这么一灯光？嘿，餐布，哼。忘词儿了。提醒我半天，他忘了。你要不搅和能吗？我没搅和。重来，为什么的惨？我没叫呢。行行行，我也够贱的。来，阿爸，哦，为什么惨不上么一天好？韩语，韩语，说的比普通话还溜。为什么的惨？阿爸，阿爸，哎，为什么的惨不这么弄我？惨不？阿西图拉 ，I don't know。韩语，嗯，那就可能一天。阿西他个啤酒最小，谁给他去搞？就你个，就一个。那弹幕有点慢，那点。跟着洗了这惨白的漂白，洗白一冲冲就是洗完了，洗白不是谁给？呀呀呀！阿拉说阿拉说，哈格罗布这洗干阿西多罗多西，阿巴多罗西，阿巴多罗西，多多多罗西，阿多罗不洗了怎么的？孽畜！你了吧！